小姐，请问你找谁啊？喂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你干嘛给我下跪呢？恩人，我是叶梅，我是钟叶梅呀。啊，你就是钟叶梅？恩人，谢谢你的大恩大德，我给你磕头了。不要，千万不要啊！我受之不起，有话起来再说。陈大哥，是您改变了我的命运，让我的生活又有了阳光。让我的生命又有了意义。严重了，我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点小小的帮助而已。不，这都是我的心里话。就算是心里话，这话呀也说得过头了。为什么觉得烦？爸爸死活不同意，我不能和他硬来。他对你很失望，你是不是已经向你爸爸屈服了？还是在毛小阳的狂轰乱炸下，你的爱已经失去了立场？何必哥，你误会了，你要相信我，我是不会改变的。只是我们应该讲究方法，不能硬碰硬。慢慢做爸爸的工作，我相信他会同意的。这件事已经闹开了。不坚决果断，他们会认为你已经开始妥协了。这是一场鱼死网破的较量。不是鱼死网破，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。毕竟小阳哥和爸爸是我最亲的亲人，你再给我多点时间。我可以给你时间，但他们会给你机会吗？哥哥，现在我们回家去收拾东西。我们什么都不要了，好吗？你直接搬到我那儿去。不，我不愿意让我爸爸太伤心。那你愿意让我伤心吗？我爸爸一直对你很好，他为什么要反对我们呢？他一定有他的苦衷和难言之隐。你知道吗？我爸爸从来都没有向我发那么大的火，说那么重的话。他说，如果我敢走出这个家，他就要打断我的腿。动不动就用武力解决问题。老子儿子一丘之貉，不许你这样说我爸。我说错了吗？可他是一时的气话。可可，你要明白，他是你的养父，不是你的亲生父亲。你们之间没有那种打断了骨头连着筋的血缘关系啊。可他对我比亲生父亲还要好。无论养父过去对你有多好，只要你背叛他的意志，触及他的利益，养父永远没有亲生父亲那样宽大的胸怀。可可，你不觉得你是寄人篱下，受人施舍吗？你不觉得过去的亲情和温暖已经消失的没有了吗？可可，你的亲人只有我，离开他们，跟我走，啊？何必？你越说越离谱了。我没离谱，爱与不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。为什么要让别人来做主？你别说，我不想听。可可，我们请出资捐助周家湾希望小学的聚维集团董事长陈一平先生讲话。
同学们啊，过去我都不知道有周家湾这个地方，可是今天我竟然选择在周家湾修建一所希望小学。这个缘由啊，起因于你们的周叶梅老师。四年前我偶然读到一篇报道，报道中说我们的远台市边远山区有很多孩子上不了学，有的甚至考上了大学也因为家里没有钱而放弃上学。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，于是我跟远台市教委联系，说我愿意出一笔钱资助那些考上了大学却没钱读书的孩子上大学。凑巧的是，在这笔钱中其中的一份落到了周叶梅老师头上。你们的周叶梅老师通过在远台市教委的查询，得知资助他上大学的那个人就是我。在以后我们的通信过程中，我更加详细地了解了周家湾的情况，所以我决定出资修建周家湾希望小学。我要感谢帮助过我的一位恩人，是他成就了我今天的事业。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寻找，但我至今不知道这位恩人是谁，他在哪里。我应该把感恩化为动力，我要像那位恩人一样无私地去帮助别人，而且不求回报。喂，哥哥，我是爸爸，起床了吗？这是个饭吗？我不吃。死呢，不用等着你收尸。喂，哎，你好，何总啊，我已经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我真的没有见可可。是啊，他到现在都没有来办公室。好，再见啊。找可可的人都把电话打爆了，他不来上班你也不管管胡部长。哎呀，这马总和董事长都不敢管，那我怎么管呀？我饭碗不要了。哎，要不干脆把电话线拔了吧。不行，这万一有业务电话怎么办了？再说了，要是马总打电话咱没人接，哎，他现在啊正好找不着地方撒气的，咱们呀绝对不能给他这机会。听完你的报告我有了一个想法，我想聘请你当我们班的校外辅导员，在你方便有空的时候就过来辅导辅导，让我的孩子们树立远大的理想和目标，你看行吗？好啊，我最喜欢孩子们了。那就那么说定了，绝不许食言。绝不食言。哎，陈大哥，你现在有没有在找你那位恩人呢？哎，要想找到他难呐，因为他压根儿啊就不想让我知道他是谁。但是我觉得只要我自己能够像他那样去做，就不枉他一片苦心一番好意了。陈大哥，我也是一个懂得感恩的人，而且我的恩人就在我的眼前，你说我该怎样向他谢恩呢？陈大哥，明天你就
不是已经委任我做你们的校外辅导员了吗？只要有时间啊，我会经常来看你和孩子们的。你是我的恩人，我想送件礼物给你留作纪念的，可是也不知道该送您什么好。好，你啊，就送我一句话吧，比如一路平安。那这个礼物也太平常了吧？哈，这可是天底下最好的礼物了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什么比平安更珍贵的了。好了，时候不早了，你该回去休息了。那我走了，申大哥。好，走，我送你到电梯口。嗯。是干什么呀？回学校的末班车没有了，我可以在这儿借宿一晚吗？叶梅，我们不能这个样子，赶紧把衣服穿起来。陈大哥，我终于想到该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给你留作纪念的。我好不容易鼓足勇气把这个礼物送到你的面前，可是你却不肯收。叶梅，不是陈大哥不肯收，是不能收啊。陈大哥不能毁了你呀，请你理解我。我和你一样，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都说滴水之恩。
叶梅，我是陈一平。我已连夜回学校了，20多里山路我能够走回去，这点距离对于我的双脚来讲不算什么，原谅我不辞而别，叶梅。何必哥，是我。可可，你怎么把手机给关了？急死我了。我在给我老爸打对抗赛呢。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不吃饭，不喝水，不出门，不接电话，就是要以绝食来对抗我老爸。绝食？我相信这是最有力的武器。只要坚持足够久啊，一定能战败我老爸的固执，唤起他的同情，他就不会在我们之间从中作梗了。可可，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，但绝食不行。你饿坏了我不心疼的。我老爸是不认输的，要是不把他逼到一定份上，他是不会心软的。那也不行啊，不吃饭哪有体力啊。没有体力咱们怎么跟他们打这场持久战呢？谁说不吃饭了？这不是做给他们看的吗？打电话给你是咋回事？先生你放心。弟儿，就让你给我送点吃的来，我这屋里啊什么都没有，我都快饿死了。好，你想吃什么？什么都行。哎，不过你不能把食物上楼从房间送进来。刘姨在外面盯梢呢，要是给他知道了，前功尽弃。那我怎么办呢？你要是不想我饿死，就自己想办法吧。拜拜。小曼，进来一下。
我帮你吧。谢谢。哎，够重的。哎呀，谢谢。啊。喝我的茶叶吧，我这茶叶啊，可是远台市最有名的。不用了，我不喝茶叶的。别客气。大热天的容易上火，我们能够坐在一个车厢里面啊，那也是缘分呀。现在天气热，容易上火。喝茶呀，可以去去火。哎，对了，喝茶呀，烫。对对对，烫。董事长，可可还是什么也不吃。收到厨房吧。哎。这孩子不吃不喝，我还真是束手无策啊。爸，不是我说你，从小你就宠他，对他比对我还亲，现在好了，谁也管不了了。你要再不玩狠的，他就更无法无天了。我叫你想个办法。干嘛？让我把他往死里逼啊？该往死里逼的时候绝不能心慈手软。什么话，好歹还是你妹妹。吃饭了，吃饭。不好出面，就让我来办吧。我绝不允许对何必搞人身伤害。爸，你太仁慈了，你诚心诚意帮何必，而他呢，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，要抢我的女朋友了，你还那么客气对他。现在好了，可可有绝食，哼，你不会心软就放他们一马吧？我告诉你，凡是我反对的，谁也别想得逞。这件事儿，你最好别插手，我自有主张。行，有您这句话，我就烧高香了。你干嘛总开门啊？就这点凉气，全都跑光了。啊，我开着门透透气。这心静自然凉嘛。这时间也不早了，要不咱们洗洗休息吧。咱们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困啊？哦，你休息吧。我看书。那好吧。乘务员，你帮我换个包厢吧，我包厢里面那个男人怪怪的。小姐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别的空包房了。那怎么办呀？
我一进来他就问我这个问我那个，还给我喝他的茶叶，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有那么严重吗？他色眯眯的看着我，这晚上让我怎么休息？要不然这是乘警的服务卡，你可以拿着，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可以给他打电话。那好吧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在洗漱的时候啊，碰见了一个老朋友，那他就住在隔壁6号包厢。一会儿呢，我去跟他聊聊天，就不过来睡了。太好了！啊，对了，我的行李啊就放在这儿了。晚安啊，记得睡觉关门。再见。哎，再见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就被解除了，再也不用装淑女了。男女，误会了。什么误会？你们什么是臭流氓？我认为何必配不上你。爱和不爱不是个人的事情。你要敢迈出这个门的半步，我打断你的腿。我快不行了。我谢谢你。如果我能生下这个孩子，你答应我。我绝不允许你和何必的恋情。对不起啊，哎，昨天晚上睡得好吗？你在外面坐了一夜。我呀、啊、是在外面给你站了一夜的岗。那你为什么跟我说碰到老朋友了？我主要是怕给乘警找事儿啊，当然了，也是为了守住我的包。我前几天呀、啊，刚被人偷走了一个旅行箱。我所有的洗漱用品啊，都在我这个包里。要是被偷了的话，我脸都洗不了了。你听到我跟乘务员讲话了？对不起，我误会你了。没关系，我呀已经不是头一回了。前几天我还被人当成流氓打了一顿呢。也许是我这个人啊长得太像流氓，怪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。我这个人说话大大咧咧的，做事呢又过于热情，对不起啊，吓人。我以为你是采货大盗，没想到你是我的护花使者。一个女孩子出门在外防着点可以理解。你花了钱了，当然要睡在卧铺上了，你可以完全不用顾虑别人的感受睡在这里。可是你这么做让我又感动又内疚。哎呀，听你这样说啊，我这一身的疲劳全都没了。你想想，我自己为自己平了反招了雪，错了一夜，绝对值得。实在是不好意思让你花了软卧的钱去当了一晚上门神。嗨，你看啊，这白天也来了，
瞧我这狼狈的样子，我想啊，我真该去洗洗喽。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的鬼把戏。等着，干嘛这么看着我？你的眼神可有点恐怖啊！你昨天晚上就是这么看我的，我要以牙还牙，我看我。我昨天晚上看你啊，是觉得你漂亮，就像欣赏一件艺术品，可没有任何的杂质和邪念啊。我看你的眼光呢，就是有杂质和邪念。昨天晚上我压根都没看清你长什么样子，今天一看啊，真的吓一跳，你还挺帅的。你呀，你呀，凤城人的功夫真是不弱嘛！我真后悔昨天晚上没有看清楚你的样子，早知道你这么帅，我可找陈红云扶着你，对吧？你可千万别这么说啊，要不然，比你把我当成采花大盗还让我害怕。其实我是一个挺外向的女孩子，平时胆子挺大的。嗯，我已经看出来了。只是一到昨天那种情况，我就有点紧张。因为有一次我坐火车，我坐的是硬卧的中铺，我的上铺和下铺是一对兄弟，他们俩把我站在中间，说话可难听了，半夜还偷偷把我衣服扣子解开。我睡觉的时候头发滑下来了，下铺的那个家伙居然把我头发打了个结，我一坐起来差点把头皮都揪掉了。俗话说，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社会上啊，的确有一些无聊的理由，你提高警惕，我完全理解。你干什么工作？跑跑业务。那你是当地人吗？你答对了。我是远潭市人，现在去望海是投靠一个朋友，准备在那里找个工作，顺便再找一个男朋友。哦？哦什么？你这么一笑，可是有点讽刺的意味。我觉得像你这样优秀的男人，一定是什么都缺，就是爱情不缺。谢你谢你，这回磕头都不坏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一气之下就用剪刀把它剪断了，让他现场捉脏。哼，看咱们耍什么花样给我。糊涂蠢！哎，他们欺骗我们，我做错了吗？你还真想把可可饿死啊？现在又何必天天给他送饭？我们就装作不知道嘛。这叫将计就计，就是坚决的不松口。时间一长了，他不就绝望了吗？哎呀，你看我这个猪脑，这将计就计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哎，董事长，你找我。水龙啊，你看看，
近期我们马氏集团化妆品的销售策略上要做一些调整，我想了一个方案让秘书打出来了，你督促化妆品公司照此落实。啊，董事长，我能不能问问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自然有我的道理。可是这样做马氏集团要蒙受重大损失啊。你不要问了。好吧，我这就去办。回来。你还有什么吩咐？告诉马小阳，这件事情不许他插手。你亲自抓，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报告。是，我明白了。意犹未尽，这个旅程就结束了。现在后悔了吗？既后悔也不后悔啊。为什么？后悔的是跟你失去了大好的交流机会，不后悔的是我终于知道了你是一个很绅士的人。那你过奖了。哎，你这些行李我帮你送上车吧。不用了，我有朋友来接的。这个呢是我的地址和电话，欢迎你以后有事没事多多打扰。那好吧，那后悔有期了。你不给我留电话吗？哦，我的名片啊放在箱子里，可箱子呢在我出差的时候被小偷一块儿偷走了。这样吧，我们存在手机里吧。好吧。哎，我手机没电了。我的也没电了。那真是太巧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打电话，就算是给我一个主动和你联系的机会。那可不行，我刚来这个城市，朋友也不多，万一你把我忘了怎么办？怎么会呢，还是保险一点的好。骚扰我的话，我可以骚扰你呀。那好，我只说一遍，你可记住了啊。我可记不住。你还是用这个写吧。啊？啊，那他写啊？写在哪儿啊？写这里啊。来吧。这合适吗？没关系的。好吧，